本节目由来风全民综艺直播独家网络冠名播出，直播互动综艺，别光看，来风玩。这边是我小时候住的一条街，我跟你说，我住过这个六号。我住过最长时间是上面的31号，叫一直有爬坡。是那个绿色的那块吗？没有，要爬坡到大概，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大货车，货车下来一点点就是那边，就是那种旧的房子，三层的那种。我是住在3楼，我从小就住在这边。我从我有记忆，小时候就我们在这边住了一下，然后又搬到中间，然后中间又搬到楼上，然后楼上又搬到下来，然后下来又搬上去，一直搬来，对对，一直搬来搬去。然后呢，我想说这边以前呢，每天下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旁边都是一些小摊子。这边吗？这边路边摊是吗？对，这边有一个小的，就是卖一些杂志跟一些旧的书的一个摊子，然后这个摊子里面会有一些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听一些西洋歌曲，然后呢会有一些旧的一些乐谱都在这边可以买得到，然后那时候喜欢听的歌就在这边找他的乐谱啊，他的歌词啊什么的。然后呢，我每一次放学呢坐车回到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呢，在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就是手推的那个小摊子，卖什么呢？就是卖咖喱鱼蛋啊，那些小零食，小零食。然后我每次到这边我就买一寸，然后呢我就拿着，我就一直往这样手上走，然后回家吃个零食就有劲了，就回家了。这家火锅很好吃。那我们是要爬到楼上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吗？你体力可以吗？我可以啊，没问题。小时候觉得这个坡好长好长哦，每天要爬上去觉得好辛苦，现在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短呢、啊、因为你小的时候大概是这么高。对，这么高是往上爬，我觉得往上爬好久，要走好久。小时候都是这种旧旧的，你看这个铁门就是当时就是都是这种铁门，很旧的。他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像那种杂货店，然后我们都在这边买汽水，就是每天最开心就是外婆会给我们7毛钱，然后我们就跑到这里买一瓶可口可乐，然后在那个可口可乐的盖子呢掀开了之后，它会有一个抽奖，那个盖子的上面会不会有一层胶吗？你把它掀开就可以赠送一支，又可以再多喝一支。中过奖吗？那会儿有啊，就跟弟弟就是能够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可以去喝一瓶吧。31这个就是我以前住的31的3楼，现在改了3楼，对，对面变成一个好高的大楼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呢，从我这个窗口呢3楼这个窗户看对面，那对面的人家呢，有圣诞节的时候有圣诞树，我们家没有。然后呢，我就看到人家的家里有圣诞树啊，好多好亮，还有礼物什么的，我就很羡慕，我就很希望过一个这样的圣诞节这样子。对，所以以前你那栋里面也是这种感觉，就完全是这种感觉，而且是这种铁的拉门，就是。然后每一家人都是没有关门的，就是只有一个铁门，就夏天的时候就是都打开的，反正就是大家都认识嘛，也不会怕有什么抢劫啊，不安全的什么都，所以都是。我发现以前都是这样，是，反而是现在你可能住很长时间，但你未必认得邻居是谁。对，对，也不会有交往，以前可能都知道啊，下面是哪一个太太啊，这个姓哪一家人姓什么，是，所以世界在改变，是，人的关系也在改变。这一片你大概住到几岁的时候才搬？我住到大概16、17岁的时候，16岁左右，有3个房间，
客厅，然后一个走廊，然后这边是厨房。对，是那种旧式的房子。对，但就是家人得要住在一起，不会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对，没有单独的房间。哦，家人全部都在。那一直说住到十几岁，那对，慢慢就会不方便了。对，所以我后来我是跟我外婆在后面的厨房后面的那个房间，所以我就跟我外婆一个房间，嗯，然后我的弟弟就跟我爸妈妈一个房间。对，在这边。跟外婆关系很好吗？我跟外婆，对啊，她外婆就是一直就是最亲密的。对，我到我长大了，在社会工作的时候呢，我当时当 DJ 可能每个月也没有很赚很多钱嘛，然后我就自己搬出去住，然后有时候呢钱用多了就没钱交房租，就外婆就会给我钱这样子。对对，所以外婆一直都很疼我。对，好像你原来说过你们家里是妈妈比较严格，爸爸是比较让你能够放轻松一点的。对，其实妈妈就比较会讲话会表达，爸爸就都比较收藏，就不讲话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像我爸爸吧，就是比较都藏起来，都不爱讲。嗯，对。然后我觉得是阶段性的，就是其实我跟我妈妈感情也很好。嗯，对，就是。只是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工作，所以就是外婆在照顾。嗯，对。因为我们看你出过的那个食谱里放的照片呢，啊，我觉得你的长相是很像妈妈的。对，很像。我跟妈妈长得很像。嗯，但是性格确实。性格，我觉得两个人的性格都在我身上都有出现。嗯。那像我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吃，那我就比较像他，就是他如果我跟他在外头吃了什么美食啊，然后他就回家就会想啊，这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回家会自己重新再做一遍，这点我就比较像他。嗯，厨艺是跟谁学的呀？厨艺是都是从小看妈妈看外婆在煮的时候，就偷偷的在厨房那边看他们，然后也会问他们这怎么煮的，这怎么煮，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很喜欢，就从小就会看很多那个食谱啊。嗯，然后到第一份工作赚到钱之后，第一个买的就是一个烤箱，就是想要烤蛋糕。对，应该说钱生钱，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投资是一个烤箱，是一个烤箱。本节目由来风全民综艺直播独家网络冠名播出，直播互动综艺，别光看，来风玩。我现在练速记呢，不管怎么练速记，有方法啊。嗯。你看告诉我，先告跳了就练去。嗯。比如说啊，给歌手的新经典，怎么最后可能半秒就练了？给歌手的新经典。嗯。要反练。点击性的首歌给，真的，然后越回越快。那么点击性的首歌给，就是类似这样的话，一篇文章很好写，反正说越快越好。练那么几周之后，就能可能共舞，你就可能跳你哪本书，翻，基本全会了。那六十几有点心？对，你比如最简单，哎 ，A B C D E F G H I J， 就是这个二十六字母，反念。你看和尚有时候念经，他是在倒背的。倒背不容易。倒背，对，大法僧，我告诉你，前世告诉你，这什么水平啊？拿本书一下，就前进。现在有小孩十分钟看34本书，哇哦，全进去，要求十全进去，哇，太神了吧！速记，但是这个是成人练不太容易，成人容易练的那个神经错乱，是这个声音杂念太多。嗯，小孩有陪，我在那个班，我就是一周。一目十行，所以一目十行是这么练的。哦，这有方法，一目十行我也记得。是练，跟方法还是有关系。对，这个不是清华教的。哎，清华都教你们什么呀？数理化的。为什么那个歌手啊、艺术家好多都说在你们清华？哪有？我自己。
真大了。我有前面看了一个说为什么清华能出很多的，因为没有文科嘛，人们是基础什么要，清华以前没有文科，96年才有文科，就缺什么就渴望什么。你看我们没有语文课大上学生讲，哎呀语文课多好，天天学过数学物理，说你试一篇，你就拿用，你要反正非常难，你就练吧。我还没开始训练就很难，你试试看。马代端末七日产生见地产，这多难呢，你要这么念，是吧？你从网上念特别难，你要这么念很容易啊。内蒙古伊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你要反正念。品出司更现有粪骨团及叶石利益骨猛内，你就会慢很多，但你通过这样长期训练你就会好。你试试来啊，别准备上面。品出司更现有粪骨团及叶石我告诉你，哎，我还专门搞这节目能播到，我告诉你我这个套路给大众了，这个一般还不告诉你。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看歌手特别好，因为小孩子看歌手他可以知道建哥哥教给他怎么样才能上清华。其实一个好歌手如果不能够倒着背的话就不是个好歌手。你不就是这么练吗？就是云迪的琴还是感觉蛮好的，弹起来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音乐家一样。好，坐这儿，可以坐这儿。我来欣赏。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你别想听别人弹琴啊。没坐这么近的。好，错了就告诉我。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Second chance for the way that we make it okay. There'll be some reason feeling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to see.上面有很多你的气息啊，没有，很久没调了，走音了。啊，我
怎么听不出来？有一点嘛。哇，我这是从我在德国时候用出来的，对吧？哇，现在都已经十几年。哇，十几年，我看你这上面这么多书，然后这么多的回来练，你因为平时还是要对啊。哎呀，试一下吗？不可能，对我来讲不可能的事情。哎，来一个，我给你。是来一个，你来，我听你，我你坐，啊，抬两，双手别抬啊，不要这样整我。我告诉你，贴一句，你看这个扣，就这个，你用左手，用右手，右手，对，就这，然后我弹上面，就这个节奏就行了 ，three。这个钢琴呢，它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品牌，这个公司专门收购二手琴，然后那时候我去试的时候，它的状况非常好，对，它也是古董琴，但是它跟原来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本来是黑色的，现在变成全红的，烤漆，然后包括钢琴键，本来是黑白相间，现在变成黑红，这也是我设计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钢琴要有一种张力，所以我就这样设计这个钢琴的颜色，对，然后上面还有我的名字 James Shaw。 阳光照射我和你，很奇怪，我有反差。平台钢琴，我希望它是关起来的，但一般人会希望平台钢琴是打开，可我反而觉得平台钢琴平的时候是最美的，超漂亮，干干净净，超漂亮。有没有指纹？要不要擦一张？因为这个黑色很容易看到指纹，所以后来我又叫那个老板帮我重做一组那个雾面黑，就比较不会有指纹。这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想弹，但你弹一弹你受不了上面的指纹，就开始擦。Дегенмен сезімдемін, мен қазір отанымда жүрмін. Ең бастысы, өзімнің достарыммен, өзімнің ұлағатты ұстаздарымды кезіктіріп жүрмін. Енді қуаныштым өте қатты. Көптен бері күткенмін осы күнді.
Оған бір қолмен көтереміз. Бұл менің классым. Менің классым дегенде енді бұл мен жеке классым емес, бұл группамыздың классы. Бұл біздің ұлағатты ұстазымыз И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овикова. Енді ұстазымызға көп еркелеп қоямыз. Ұстазымыздың кейде апайымыз әрқашында бізді түсінеді. Жаны, ол кісінде жаны бала секілді біздің досымыз болып кеткен ұстазымыз болса да сол себептен біз бәрімізде группаластарымыз болып ол кісіні өте қатты шын жүрект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із. Жоқ, біз күнделікті өмірде өте мұңдымыз, тек камера жатты. Әрине, біз әрқашанда бір-бірімізді көргенде қатты қуанышты күйде боламыз. Өзіңізге көріп тұрсыздар. Группаластарымды қатты сағынып қалыппын. Олар мені сағынбаған десе. Бізде көңіліміз ұдайы осындай қалыпта болады. Өйткені біз бір-бірімізді өте қатты жақсы көреміз. Көргенде бір қуанышқа кенелеміз. Конкурсқа кеткелі бері кейіспеді ол. Конкурсқа кетті, содан бері. Айметуқа тек қан Инстаграм парашасынан. Үш ай бері. Үш ай бері ол. Деп айтып жатыр енді, білмеймін. Әрдайым Димаштың жетістігін көріп бізде. Күн сайын көріп тұрамыз. Көруден жалықпаймыз Димаштың. Димашин! Стоп. Чунка-чунка.